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。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好朋友键盘小郎管大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怀旧老唱片哦，是这一首一九八三年由陈彼得作词改编的法语歌曲，《光美唱片》麦伟林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歉意》A 面第一首歌，麦伟林演唱的《歉意》。 那麦伟玲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个艺名，而且还非常的本土啊。我们之前在介绍麦伟玲的师妹麦伟婷的时候，已经先简单的介绍过麦伟玲的出道过程。嗯，在一九七零年代后期啊，歌林唱片的这个规模很大，连续四位玉女歌手沈燕、江玲、林慧萍跟金瑞瑶都都很成功。关键就是歌林唱片的编制完整，跟老三台一样。 还有自己的新人训练班，招考一堆哦。透过真实或是介绍进来的这些新人，那要定时的上课学习歌唱、舞蹈、服装、化妆。那结业以后接受分派工作。呃，麦伟林哦，他原本是个武专生，因为喜好唱歌，那父母亲呢又都在台式工作，于是他就辍学。 投入演艺圈，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了这个歌林新人训练班。那本来啊、哦，歌林替麦伟麟呢、啊、都已经制作好了专辑，可是因为男歌手有兵役的问题，发片之前呢、啊，歌林高层就觉得啊，与其花大钱呢、啊、在麦伟麟身上，一两年后他就去当兵，啊这样投资报酬率太低，于是啊就让原本安排在后面的林慧萍跟金瑞瑶先发片。那 录好专辑却又没有办法发行，但是真的要当兵又还要等两年的麦伟林，就由父亲出面跟歌林公司解约，跳槽到了规模比较小而且也更本土的光明唱片，由歌手出身的制作人陈彼得为他制作了一张专辑《歉意》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，还取了一个很俗的艺名麦伟林，这就是台语谐音卖不停，畅销到停不下来的意思。那。 麦伟玲因为这张唱片爆红之后，光美唱片就接着把这个要发行专辑《青烟寄情》的师妹饶爱兰呐，更改艺名为麦伟婷。所以说，麦伟玲不只是仅仅是麦伟婷的师兄，连艺名呐、啊、都是有渊源的。那由陈彼得制作，麦伟玲演唱的这一张个人专辑《歉意》，一推出之后就立刻大卖。 登上了当时华视综艺一百流行歌曲排行榜冠军，还获得了一九八三年前十大畅销金曲。但是啊，乘顺追击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这里到那里》依旧是由陈彼得负责，销路却明显差了很多。那最大的关键当然还是兵役问题。那因为入伍之后就没有办法打歌了嘛。那这是年轻男艺人共同面临的问题。 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哦，那就是制作人跟歌手之间的配合。《歉意》这首歌是陈彼得改写的一首法国歌，但是原唱的歌手其实他是一个突尼西亚人。呃，陈彼得改编的法语歌或是德语歌，其实都是来自于第三世纪那也就是原殖民地独立后的这些非洲国家。那这样的歌曲啊、哦，在还没有网络之前。 台湾人是很少听到的啦哦、喔。那陈彼得将原曲改编成中慢版的抒情曲，再将麦伟林的那个嗓音啊改成带有少男的青涩感，就是以略为顿停的唱法来演绎。但是哦、喔，这样的演唱法对于已经成年的麦伟林来说，其实也一直很难维持下去的啦。那虽然麦伟林退伍之后啊，也发行过第三张个人专辑《一切都太迟》。 但是啊，那就像专辑名称所说的一样啊，一切都太迟。这一张的销路比第二张更惨。于是啊，麦伟麟只好弃歌从演，参加了当时台视的北劇《警匪剧天眼》，他在里面固定的演出担任刑警。可是这部戏其实只红了这个刘成立饰演的刑警陈应龙，还有孙树和饰演的刑警林光华，其他几个演员其实都没有红。那。 麦伟林的年纪其实跟我差不多了哦，都是一九六三年生的。那我们当兵是在戒严时代、军国主义下的军队里啊，对于言行举止比较阴柔一点的男性，排斥感哦比社会上更强烈。这一点哦，是今天年轻的听众哦比较难以体会的。麦伟林的演艺之路先盛后衰。 讲起来也是令人不胜唏嘘。